阿五花集体回避采访。近日，佳人女性之夜如约举行，各路女星纷纷亮相。此次主打黑白西服的造型限定，导致全场略显肃穆。没看出女性力量，倒是感觉有些瘆得慌。不论是一线大咖还是小流量，都没有特别抢眼的造型。尤其上半场主持人的身高，更令女星们被轻松吊打。一上场对比明显，张天爱还在场调侃对方太高了，估计是体谅女星们的心情。在八五花们还未登台之前，1.8米的主持人被临时撤换，这在活动中也是十分罕见的。尽管换了主持人，杨幂、倪妮、唐嫣、刘诗诗这几位八五花也十分抗拒采访，草草应付几句就赶紧下场。特别是杨幂在场时，气氛尴尬到极点，不知红毯上是否有你中意的女星呢？